一众明星受央视邀请参加新春茶话会，还因此登上了新闻联播，引发网友热议。其中包括刘德华、张韶涵、黄轩、易烊千玺、段奕宏。刘德华、张韶涵现场献唱经典歌曲《东方之珠》。刘德华身穿酒红色西装，脚踩精致皮鞋，状态颇佳。合照中的张韶涵更是身穿红色薄纱礼裙，头上扎着可爱的蝴蝶结。黄轩、易烊千玺、段奕宏这次茶话会上表演诗朗诵，黄轩用诸多作品证明了自己。如今他能参加新春茶话会，就可以看出官方对他的重视。拥有深厚台词功底的段奕宏，声音洪亮醇厚；易烊千玺也不错，目前具有最大潜力的年轻演员之一，所出演的电影均有超高票房。能参加央视的新春茶话会，对于以上诸位演员而言，都是一种。